跳跃要有耐心，可是我的宝石，我的宝石一直在减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丸。今天这个繁中版的赛马娘那个女人，最强领头马之一青云天空钓鱼侠强势登场啦！哦，这个也是等待了非常非常久啦。其实当初日版我也是有抽这一只，因为毕竟阿云真的非常的可爱，而且未来每个领头马都需要她。你今天没学她的这个，没有学这个，你是无法带这个残酷的赛马场上生存下去的，没错。反正青云就是基本上，就是一个有爱可以抽，或者是如果你很喜欢练这个领头马的种马的话，那其实青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毕竟他的固有太强势了，有点想拼四星呢。可是我剩三万一了，我如果这里抽到200，我现在司机是不是又要再补充一点子弹呢？不然如果我真的不信快200才出，反正就把它补到200嘛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等等，如果十抽出，我们怕那个精华不够长，我们再补一只。有一种方法可能不用200，就是我十抽两只青云天空，我精华也不做了，我爽，然后高歌离席，好吧？来咯，100抽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抽马高手。再郑重说明一次。我抽马几乎没飞过，大家应该知道我抽马是很厉害的，我就抽那个资源就卡怪了。我抽马是很少飞的。你有鱼玩偶吗？阿鱼，我们是不是有那个钓竿？给那个猫咪玩的那个钓竿，好像可以来钓一下青云天空。人家是马不是猫，乱讲。你一定是没有看青云天空的剧情。青云就是像猫的赛马娘，对啊，青云还会学猫喵叫，个性跟猫咪也很像，三不五时就睡，然后不理人。50没我都觉得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游戏200没有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毕竟 PU 几率 0.7%， 200抽保底其实蛮容易的，只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就这样，谢谢。我哟，开钓了，来啦，钓鱼侠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青云天空固有？哼，叉，鱼儿上钩啦，青云天空要上钩啦！啊，出货了啦！好啊，怎么办？还是我刚刚没钓的东西？有啊，这里有鱼啊，我钓这个好不好？阿特，吃吗？不对，我钓特别多干嘛？不是，那特别多跑出来怎么办？小特不要啊，贵啦。来了，有。果然翅膀大。好啦，我本来不想用这招的啦。我们钓鱼是不是一定要有本马？没有本马是钓不到的。来，各位不要紧张。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只？各位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今天不是有去东城杯那个 YT 的赛马娘比赛，然后冠军就是我的奖品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个颜色这么漂亮，一定就是我们的青。Ogili Gap， 阿茂要吃吗？阿茂，你可以把青云找来吗？拜托你，拜托你了，阿茂，要不要吃？有了吗？来了吗？很怪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不过这真的好可爱哦。这真的好可爱，大王不要放弃，大鱼都沉最下面的，有这回事？不是应该第一个钓竿下去就该把大鱼给钓起来了吗？钓鱼要有耐心，可是我的宝石，我的宝石一直在减少。我青云日版几抽啊？我记得我青云日版很欧我记得我是叫懒猫帮我抽的，780。那我这里应该也差不多，谢谢。干，我等等应该不会是最后拿200宝石去跟老板说，老板，我钓不到鱼，请你给我一只新鲜的。也没有马70抽了耶！我知道为什么刚钓不到了，因为我刚刚钓的方法太随便了，没有用心去钓，没有用心的去钓。我们这里就是要假设你在跟猫咪玩，因为青云的个性就像猫咪嘛。因为我这里没有青，我这边先让阿茂当这个青云一下。阿茂，你今天要就是要让他摸得到摸不到那种感觉，就是在他前面就摸，然后他动起来说，这个真的很奇怪，怎么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卡成这样。谢谢大兵46个月，人好多了吗？我觉得有点呛了，可能那个时候烧到40度啊。现在我不知道你在干嘛。很怪啊，怎么？至少给个三星炒热一下气氛吧。你要是不想要炒热气氛吗？不然这样都没有踩啊，提莫吉不是很好不对，还是其实被钓鱼的是我？难道是我？蓝蓝班是不是再十抽就没了啊？不要紧张啦，蓝蓝班 ，Don't worry，OK、okay?。有没有看到这个读取？怎么可能是我这个网络不好？
哎、欸、哎、欸、来了，你倒是装彩啊！啊，蓝蓝帮拍谁啦？我没办法了，我现在心情很奇怪。仿佛是一条鱼，我眼前有个饵，在我面前一直晃，然后我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一直抓，一直上钩，一直上钩，已经快200了。其实也还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心态很扛的。赛马娘什么场面我没见过，100而已，轻轻松松。但我希望可以炒热一下气氛。还是你不要看会比较好。不，我要保持我的决心。好了，该来了。哎、欸，有没有看到那个毒曲？哎呀，出货了啦！我刚发现我画面没拉好，一定是画面没拉好了，关机。哎、欸，有啦！哎呀，就跟你们说吼，还好啦，这里有这出货就可以了啦，哇！保持决心，哼。然后，嘿，钓鱼侠钓起来喽！钓起来啦！钓起来啦！哎、欸，两只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刚才是转彩对不对？所以我会不会钓两只？哎、欸，来了吗？青云天空两只可以吗？哦，哎呀，本来想补到200，我刚刚说过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吗？大家还记得大王在抽之前说过什么？我抽嘛，从未飞过。哎、欸，我拍蓝蓝帮才大中计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蓝蓝帮可怜，有没有相信大王的钓鱼技术？我跟你讲，之后马娘每一次出来，我都学他们的固有动画好了。固有动画抽卡特辑，我这边钓鱼，哎、欸，不对、啊，好像不太好嘞。我记得有些亚马逊是什么丢石头，然后白人是把地板敲破一个洞，我好像学不起来了。哎、欸，不要泳装阿姨怎么办？泳装怎么办？算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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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那今天运气很好了，120抽两只青云了哈，大王毕业了，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赞啦。婚纱可怜等的模仿，婚纱可怜讲简单啊，只是我觉得我自己模仿会觉得很恶心而已。好，不然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有的动画，我们看我们可以学几个啊？阿特的简单吧，有没有看到？找个草地。哎、欸，不对，这个怎么学？哎、欸，没有啦，这个用剪辑的魔法就可以了啦。这个就很简单啊，老套路啊，就是哎、欸、跳了一下就换衣服了嘛。库苏卡最简单的吧？嗯，跟我家附近的河堤一样的景色。那就拉拉队那一下冷静吧，两个色人我先死掉啊！干嘛啦？这里都想看我穿拉拉队衣服跳舞是不是？不要这么恶心！冷静！你老板尿我都没吐，我干那也蛮厉害的，我都吐了好几次。